组总决赛由我北京四代史的麻婆还有 CLS 我来给大家带来对阵双方选手分别是 CG 以及 Spike 老司机和 CZ 都依然选择他们的主力角色。他俩真的打了好久了，从去年五月份来之后他俩就难分难解啊。现在比赛没事你这奇怪的理由暂停。好，那看来这场比赛要 DQ 了要重新开始了吗？这场比赛啊并没有重新开始，继续进行。他俩真是打了好久了，难解难分。从 CZ 玩狼的时候他俩就在打，这两个算是能争夺北京两位最强华人选手的两位玩家。说实话，就是除了 CZ 跟 Spike 以外，其他的华人选手在北京选线都有些拉的胯，对，都被吊着打。但是他们两个不一样，他们两个是北京 Smash 国人最后的希望。没毛病。一个空闪再一个横踢，老司机着急了。哇，这老司机应该假装这个盾为什么没有直接按住，这是一个小失误。老司机刚刚烧到了123。哦，有跳吗？果然来了，来一个这大裤大屁股。这利用这种方法抢边一般能获得不小的优势，但是对于老司机来说这种操作他可能已经司空见惯。哦 ，nice strike！ 直接把 CZ 的第一条命愉悦送走 ，CZ 的横踢，双方重新归零。CZ strike 打成了一个 strike， 继续空恩，但并没有击中，就是在空回，他也在空恩，抓住，口红 A 上踢，一套连招打了42%。没事，那库巴两拳就回来，就回来了。所以说，我有火烧，我的天哪！76，这是76。76，再来一点点就是88，击杀了。没有，说实话，120，马上就要被击杀了。还有20点，100%死，还有20点，100%死。100，如果说他被抱到了这个台子的中央，有可能会死掉。113，死了，危险了，死线，横臂一下就死。这说实话，基本什么都能击杀他。哇，空闪闪掉了，这一个、必须得闪掉那横臂，不然就死。128，就是那死线，我都不知道给他。一个臂。哇、这个空位，这空位堵得真漂亮，确实把 CZ 堵得明明白白啊，死了，空闪这一个棒死了，100%死了啊。这就是库巴在这种场地上，上面有板的场地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击杀性能，虽然说它什么击杀性都很恐怖，但是这个横臂在有板的前提下特别的恐怖。是，不过鲁西娜本身轻，一个空臂，不过鲁西娜本身轻，所以他横臂的话，其实在地面也是鲁西娜也老高达了。那是除了轻以外找不到他的别的缺点。是，但是轻也不能算缺点。对，他还有一个问题是落地，一个横地，其实没什么。对于他的强度而言，这点小问题，对，其实是不是问题了。空温这刀没有回到上替。哦，那行，空后。啊，空后，哦，没有惩罚到，啊，这太可惜了，老司机拉了胯子，啊，哎呀，这得预约送走，这才，麦克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，我感觉还没打几分钟呢，对，几分钟一场，赢下了胜利，第二场选择了战舰的这张地图，这图肯定老司机选的。老司机非常喜欢这个图，因为这图确实对于陆琪娜来说三个板子呢有不小的优势。对，三板图。哇，这个横臂惩罚到了，但是这个火烧，哇，库巴的这个失误。CZ 你在干什么 ？BB 你退群吧。CZ 心态有点崩。上踢又一个上踢空投、爆，46，伤害也不低，但是也不是很高。一个 jab 打飞，一个哦呦连续的 jab， 他在堵了，机会下去，一个横踢，又接一个横踢，这个爆不至于击杀，但是下一次爆可能人家没了，下一次不会，下一次如果爆到板子上，我觉得不会，120吗？就是120，我很确定，我被 CZ 打过多少次了，就是120，他100多我飞不出去，这张图也是。一个横臂惩罚，哇，这一个彩头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是哎盾差点就没了、哎、来，是120吗？马上就哦，他没砸到那个板儿啊，他砸的是地，
砸了靶他也死不了。嗯，那之后对现在试验一下，可以的，一会儿就看 CZ 表演。120都是那死线，我都背下来了。扔了出去，下 A， 这没有惩罚吗？哇，库巴在库巴狙击，哦，库巴狙击，双方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没有，Spike 领先，现在只要詹姆斯领先无所谓的。不，现在他只要 Spike 只要来 Spike 追场。啊 ！OK， 你在干什么 ？Spike 追场，为什么要追场啊？这不是北京第一木七大吗？还真是有够好笑的呢。你这个有点过分了，后空位，一会儿他出来干你，你信不信？哎呀，一个空中。不过说实话，确实不应该，太丑陋了。是啊，他一百，他零就慢慢耗，给他耗到160、170，死条命就。比赛最机会就是心态啊，99啊，这个回场也是，我觉得老司机心态有点崩，其实还是一样的，双方老司机心态有点崩，刚刚老司机思想出了问题，说实话，对，哇，这不惩罚，对啊，行，也算惩罚到了，哦，漂亮的反击，外获得了第二局比赛胜利，但是因为我们这是逼我死无，所以说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。老司机心态调整的还是再来这个败者组总决赛的第三场比赛，这是一场赛点局。如果 Flag 选手赢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，那就已经结束了。CZ 一个前加一个抓，哇，一套连招打出了50的收益。老司机也开始了，但是好像收益并不是特别显著。哦，回到了，扔了出去，并没有去拦，或者没有拦到，一个上臂被却回到了。我这个闪、这个、加一个上踢，这个、可以，非常的漂亮。加一个空恩，一个上空 A 抓往场外扔，空 A 老司机堵到了，但是没惩罚到，堵到了 C 位的回场，但没惩罚到。哇，这、哎、抓到了也可以。我这不死，天哪！天哪，老司机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喂、哎，这个 C 在不想空中的一个横臂，哦，把库巴蒂他们约送走。我现在也没搞懂为什么要 C 在要选有板子，是瞧不起老司机吗？因为有板子，库巴可以用他的横臂，尤其是战场这张图，中间板子可以让他在80不到90。但是这张图好像也是老司机，就是路奇纳对双方来说都很舒服的一张图。对啊，但是因为场内场外力回，路奇纳略强，所以我觉得也还是在角色性能上，对，所以说完全的碾压了库巴。所以我觉得还是用那什么稍微好一点。但是哎呀，哎呦，一个 CZ 这个下臂太不小心了 ，CZ 呀，一个横踢追老司机。但是老司机不可能优势太大了，老司机不可能总犯错误呀、啊，哪是像上次那样？他干什么？臂接一个空 A， 我觉得前 A、哦、下臂挡掉、啊，还能回场吗？能。但是老司机能让他回去吗？还能回，能回啊！回来了，并没有拦住上踢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又出去又来一个手边。不过老司机已经优势很大，老司机已经开始抢抓边了，优势很大，老司机 A 了上去。一个债不哇CZ在被折磨，让老司机3-0赢下了这场败者组的总决赛。好丑陋啊，太丑陋了，太丑陋了。